两岸分治啊，已经七十年了。这七十年来，他都没有能力跨越台海，这些动作，也就是一般的动作了，是一般的动作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与世那么闲。那今天呢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有趣的综艺的娱乐的傻，志的节目。那今天是我在威海隔离的第五天，早餐也是相当的丰盛。刚才呢，我也是做了第二次的核酸检测。那费用的话，还是跟大家重新说一遍，一天是260元，包括机场的一次核酸检测啊，今天早上的一次核酸检测，以及离开酒店之前还会有一次核酸检测，包括从威海机场到酒店，以及从酒店回到威海机场往返的大巴的费用，包括一天三餐也是吃得非常好啊。我这两天也是有点吃胖了，只是我这个房间的网络信号并不是特别的好，没有办法直播啊，所以这两天调网络有些上火啊，脸上也起了包。那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的节目。东部战区有三个集团军，从71、72、73。73主要是针对有台湾的啊，你看他现在讲的编制一大堆啊，什么无人机啦、电子对抗啦啊，什么什么两栖炮兵、无人机、两栖坦克哈，特战、陆航，看影片看起来蛮吓人，没有经过实战，都叫做什么江湖传言啊啊，就像以前武侠小说一样啊，你看武侠小说里面。哎呀，把像我这把年纪啊，得道高僧说的武力啊，武功多强啊啊！如果真的我去打的话，啊，30秒 KO 嘛。所以你的意思，他是在怎么做纸老虎，在吓台湾人？他现在就在写武侠小说。哦，他啊，就在写武侠，吹得哎呦无限的了不起，但是你没有经过实战，这个说实话，听听而已。这支东洋的疫苗到底有没有中国成分？因为这一家德国药厂 BioNTech 它同时确实，它跟中国的这个复星医药确实是签那个合作，他们一起开发没错。可是同时，它也跟美国的辉瑞，我们走的是辉瑞辉瑞的这一条路线，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。如果我们要仰赖中国的疫苗，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给，二方面他们的品质安全性都有问题。他们现在能够进展这么快，因为中国漠视人权，他们不重视人命嘛，他们把14亿人随便就可以抓，好多人数百万人直接拿来施打来做实验，那这样子不人道的实验的成果，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愿意接受。雷虎小组其实我们在最早的时候，当年的时候 F86 拿过来做雷虎小组表演的时候，连美国都吓一跳，所以美国还曾经邀请我们 F86 到美国去飞给他们看零型的各种的编队，这只有台湾做得到，这代表是我们对于这种飞机的操控能力非常的精准，这精准代表我们的战力很好，而且我相信我们的空军舰和的战力会越来越好，因为感谢中共让他们天天飞出去，他们要去操练飞机，他们对这个武器会更熟。因为中国人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都不好了，他们实在不想提什么，他们不想知道香港出了什么事情，他也不认为解放军应该到台湾护军绕一绕，这么多钱不如让中国人能够得到好的生活，所以他这个做法是说，哎，我今天这样子在这个海峡进行军事演练，我今天对印度在派军人，是因为有台湾的势力介入啊。我就在想一件事，中国这么大，一年的经济规模有370兆新台币，他们这个行为找个李孟军简直是小学生不如的程度。中国是一个没有办法不能相信的人，偏偏台湾岛上还有一群人看起来跟他们论述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中国国民党要怎么样更新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教你一招，如果你真的觉得要对等尊严的话，你们就跟中国建交，跟中国建交，那我就觉得你国民党有救。亚林兄你好，我是屏东卖青蛙的，今听闻您在中国名声鹊起，点击数量亿次，我觉得你此时正是完成你选举立委梦想时刻，我愿意每天赞助你我们工厂人工养殖的青蛙作为对你的支持，请问如何联络你给我送去？所以这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有关治安单位应该要去查查到底是谁。其实瘦肉精它就是一个乙型刺激剂，这个我们在医院用很多，所以它本身就平常可以当作药物使用，
我们没有这个药物使用，所以要给甚至婴幼儿都吃得到瘦肉精，你觉得这样子对吗？那他就看量嘛，所以这个到底是量用多少？婴幼儿他的生殖器官、他的精神器官都还在发育，他的心脏还在发育，这时候给他瘦肉精，给他莱克多巴胺，有没有影响嘛？市长你就直说嘛，你是科学家，你不要拐弯抹角，直接说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想跟你讨论医学的问题。你讲嘛，不是、啊、要跟我讨论、啊。没有，我跟白讲，我讲有没有伤害？我讲你也听不懂，跟你讲。有没有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有人听得懂吗？市民有当医生的人吗？台湾算了算了，好了。台湾整整有24年的时间，对于对岸的情报工作是没有的。对，我是委外，我不是，就是委外就找一些门外汉，那 amateur， 所以真的没有情报工作。不能讲没有情报工作，还有那么多人，还有那么多的在做，但是是说都是外行，所以得不到真正情报。那相对呢，对岸在台湾也做情报工作吗？就你所对岸的工作比我们强太多了，他每一个都是情报工作，他已经把你的道路、把你的所有的东西弄得清清楚。他们就是你刚刚讲的，他们的长期跟细密的程度，是情报人刚才讲的最简单的钱嘛？你有没有那些钱？啊，你不要讲解，我给大家报告哈，这是近景啊，这个跟王浩宇有关。澳洲的这个《每日电讯报》，中国间谍是。这个 FARC 法式是什么意思呢？叫做闹剧、啊哦、这个间谍王立强叫闹剧、啊、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说，包括我们这边你还邀请共谍来上你的节目，王秉忠啊，王秉忠是共谍啊，王秉忠来的时候那都是韩国瑜的主持啊，有一件事情我要跟王浩宇算账，是这个，这是王浩宇那时候、哦、这王浩宇嘛，分党嘛、哦、那时候国地绿党，一个王立强的个化名、啊、叫做黄立新啊、哦、姓黄，根本不是叫王立。那我跟各位讲，因为这个都可以查得出来，王立强呢，我跟你讲他的本名呢就叫王立强，这个没有任何的，所以今天王议员讲的对不对？当然是不对，化名懂个屁、啊、所以我刚看到算化名的讲的话我会那么生气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很多退将哦，一下子说什么说国军战力是零、嗯、一下子说美国卖给武器都是一些不堪使用的东西，你有没有真的去看现在美国卖给台湾几项军售？我刚刚讲帕拉丁对不对？我刚刚讲 MQ9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海马式火箭，海马式火箭九月美国做了2场军演，都是夺岛军演，都跟海马式火箭有关，因为它射程300公里，摆在台湾可以直接射到福建，我们可以把台湾建构成一个刺猬岛。中国要打台湾的时候，它要付出的成本会很高。乡民留言说。对，这个为什么李正浩什么时候懂军事？你不就是韩黑吗？哎呀，他这就是没有在看新闻的。我们要展现的是，你敢来，我让你付出惨痛的一个代价。他的飞弹多不多？对着台湾的飞弹很多啊，那几千枚了，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但重点是说，我们都太保守，我们也都不敢让外界知道。台湾民众，我就不跟你讲了，讲了以后大家好像觉得我们在散布我们自己很猛，你自己 Google。东引然后飞弹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所以你说他对打对我们，他的武器多不多？很多很多、嗯。那我们雄二部署在什么地方？我们雄三部署在什么地方？过去国民党执政的刘太英怎么讲的？你的上海呢？你的周边的城市呢？往乐山基地的半路上，但不敢靠近基地。从这里往台湾海峡一直到中国大陆，完全没有任何东西，一览无遗。对，一览无遗，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效果。嗯、所以。台湾才200公里，为什么我们要侦测到2000公里？台湾也只有这个位置可以对中国这样的一览无遗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就是说，那在下来10几公里地方，以前有2家民宿，后来1家民宿不见了，就是被整个基地包走，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住。然后老板跟我讲，来这转阿东啊，他每天在那边 yes OK thank you， 都是所以换句话说，这次在照片里看到的一个两个美军，那美国啊，就算不是美军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美军？那不是，因为当初是一大批耶，整个都是美国人在里面帮忙建设这个工程，所以大家在讲说美军要不要协防台湾，我们可能要讲说美军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台湾，只是他没有穿着军服而已。你只要政治正确，管他什么老百姓。如果一个人只在乎官位啊，很可怜啊，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这完全为政策辩论，你讲都不敢讲，你只在乎你的官位，已经是在委员会里面可怜的人。这篇不可能出现，100%，蓝绿当家都一样。
因为我们的兵力结构坦白讲也有战略上调整的需求，现在朝野都没有面对。我们有三分之二是陆军，这完全不合理，因为韩国跟以色列都是面对地面作战。那台湾基本上是海空跟飞弹，如果真的登陆了哈，那已经到了，结束了，已经战争的尾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把陆军弄到三分之二，这是非常不合理，他并没有需要恢复征兵了。好，所以征兵这块议题在台湾基本上不存在，不存在，也有能力跟美国说不，我用用你方式去解释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那消耗战的问题呢？这个就是台湾的难处了。你现在的手机电讯这么发达，那么还要不要人员情报？其实真正的情报是人员情报，就是说你受过训练的人去看一件，看这一件，看大陆整个的反应，我们看的绝对跟那个什么李梦君那些看的不一样。当然，就是说我你不要讲了，我前几年去的时候，我到云南去一趟，哎呀，我说完了，这个仗不能打了，为什么？我坐他们的那个车子啊，那个。他的那个北斗的系统可以到八个，这个一个圆环有八个出道，它清清楚楚告诉你三秒半，三秒以后到达第三个圆环右转，右转以后几一分半钟左转。当他这个做到这样的时候，这叫做人员情报。对，那你一般人哪里会去在意呢？可是我们一看就知道啊，他的北斗系统确实比我们。说不要为难小女生，为什么突然风向变这么大？苏院长事后有政府不做事，不是这样吗？那如果说同情说她是小女生，她不得已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一开始你就不要批得那么重，不是吗？那你既然有法令，也有政府，你该办就要办。如果开罚那区区50万元罚款，这是最卑微的，我们台湾的心声，最卑微的一点抗议而已。那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我就是送苏院长这六个字嘛：有政府不做事。他不只想干涉吧？我想苏院长好像觉得他干得不错，啊，那。大概只有中天这个电视台呢，有点出一些施政的一些弊病，所以他认为只要把中天关掉啊，他就可以登大位了。丞相好像已经觉得起风了，所以一定我跟你讲，假挖来门看挖我，回头是岸吧。那关于最近一周的事情，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过多评价的，主要是没有什么好去评价的，我们只是期待的就一件事情，尽快武统。